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09年5月3号，瑞芳当中站16:44，出发车是172次，进入三线，北回线看花莲的 PP 之桥上。172次，九龙三线北回线看花莲的 PP 自强号，在瑞芳站，瑞芳站停靠。有列车通过。泰鲁格自强号准备通过。008加天007泰鲁格自强号。来哥哥喊就那，拜拜！008加天007的泰鲁格自强号在瑞芳站，南通过，感谢哥支持，再见。